摇起来了都给我走开，摇起来了都给我走开。我为什么喜欢跳舞？我很喜欢自己跳舞的状态。我为什么去写唱歌？我喜欢把情绪想法写在歌里面，去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希望他们可以通过我更爱自己。当代青年的特质，我只能说我自己希望自己是一个热血并且热爱自己生活的一个人。因为我之前那首歌它的歌词非常的丧，但是我在最后我会去呈现一个是丧很简单，顶着一切依旧去热爱才是真正的酷。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人生态度，就是我希望做的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一些。如果大家都在 emo 的时候，我加油奋斗努力，我就是最独一无二的。我用我的冲劲儿带到我身边的朋友们或者是我的家人们，我觉得这个是我如果做到的话我会非常开心。让自己生活充满更多可能性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因为年轻就要挑战嘛，我就可以去尝试更多的东西。那个时候好像身边没有人玩摩托，那我就希望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我就去先考了摩托，就后面他们就考了，考了摩托那我就赶紧去考驾照了。在空中的话，跳伞的时候那一瞬间下去，你也是不会想的更多，你就看就行了，地球是圆的，还可以。潜水证我想再多考一个水肺潜，就是你在潜水潜下去的时候就是放空，只有你自己真空的那么一个状态。黄姨婆看到了，哇这么厉害，我都滑这么厉害。冬奥会我感觉除了咱们的冬奥选手踢的就萌姐了，她朋友圈就是咪咕视频什么王蒙直播间这种，萌姐就是一个大姐姐，但是又很像兄弟的那种感觉，性格是非常耿直爽的，说什么就是什么，本人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台下也是，对，热血，我的眼睛就是尺，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告诉你们他亮阳了。最近听到的网络梗，哎呀，刘畊宏男孩，如果头发的在世，我觉得他用他的一个方式带动了他身边的人，他的家人那边明明就很累了，加油还有七分钟。最近大家都在测那个 MTR 人格，你是什么人？我是 INTP， 我测了三次都是一个，我以为我第一次我测完，我说这东西不是测两次他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吗？第二次啊还一样，不可能，第三次肯定不是，怎么还是 INTP？ 然后我就好吧，我就 INTP 吧。我看了那些分析，我觉得还蛮像的，就是他是学者型，他不说我还没觉得，他一说哇是真的，因为我的这张专辑全是在跟自己对话，跟自己过去对话，跟自己现在对话，跟自己未来对话。有个九宫格里面除了一项我不认同，其他都认同。你要问那一项是什么，那一项就是数学成绩好，我数学成绩真不好。2013年开始接触，2015年然后正式开始这条路，对，然后到后面2019年然后成为出道艺人嘛。我也是这边在海外学习的时候，我身边的那些人他们给了我很多力量，每次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坚持不下来了，但看看他们，凭什么你们可以，我不行，你们比我多打一个不行，我一定要多比你们打一个，这种，对，然后以这种心态去训练，但是以一种很和谐和很互相帮助的一个关系去处理，我觉得特别好。那段时间早九到晚十，那个只是正常的课程表，就是看
看得见的，隐性隐藏着的话就是早上九点到有可能是第二天早上八点，然后回去洗漱一下就出来，那个持续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吧。谁能够坚持，谁能够做到谁就留，谁做不到谁就走。因为我觉得能够让你坚持过来的就是只有那么一个想法，就是我除了这条路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百分百投入，我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幸运，我也不会成为几百万人或者几千万人里面能够出来的那么一位幸运儿。新专辑的灵感还是因为过去的那些经历，这一路上的经历真的时刻醒着。我觉得是不是我新专辑名字取得不好，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都是醒着的。哇，录完醒的时候就在刚好零点，我录完刚录完，老尹一喊咔，然后就下雪了，然后是初雪，我就哇太浪漫了吧。醒刚好是我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对，当时一下就觉得这不会代表着什么吧，瑞雪兆丰年。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会遇到困难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去迎接这个困难，去挑战这个困难，因为年轻就要挑战，其实是我一直说的 Young and Challenge 嘛，就是 YC， 我的 YC 是我给它这样定义的，就年轻就要去做更多挑战，被困难打败也好，或者是遇到困难去解决困难，解决不了困难，但是你勇敢地迈出那一步之后，你的未来会更加的好。